才不吃这狗呢。更何况这狗也不够用啊，这狗也不够用啊，这狗软乎乎的有什么好吃的。飞一个吗？飞一个什么？啊！够热就行，但我还不如多喝热水呢。多喝烫水，烫水更热啊。快下播了，上个飞机吧。你应该说主人要说对吧，狗狗？你怎么敢对我称呼你啊？你怎么敢对我用第二人称？嗯？你要我说我就说了，我才不要。听话的应该是狗狗，不应该是你，不应该是主人。搞不懂，搞不懂，建议送一个飞机，送过飞机的建议送一个火箭，火箭有新的哦。飞机等于现在，飞机等于火箭的，火箭等于全新的。想送可以送一个。现在飞机等于火箭的，火箭等于全新的，全新的，慢慢的都是。哥们们不太行，感觉身体不太好的样子。那狗狗来一发火箭吧，表达一下你对主人的爱呀。送一发火箭，表达你对主人的爱啊。曾经，后来女朋友谢女士，不对呀，一般练的多了，不就会变得持久？怎么会是呢？不应该变得持久了吗？虽然数量变少了，但是质量变高了。可不能再续下去了，送一个飞机吧。
想送的可以送一个快下播啦。实力宝贝儿顶不住啊，顶不住了就冲一冲啊，冲一冲啊，顶不出来忍耐什么，还忍耐什么啊宝，顶不住了就冲啊，狠狠的冲。小声可以说一个，是不是感觉全身上下都很不舒服啊？感觉很难受，有什么东西站立起来了，好难受啊，好热呀，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？上一架飞机就舒服了。这个背景吧，还有你们宝贝要分一个的，快下播啦！小爽可以上一个，还有没有宝贝要分一个的？那还有十分钟就要下播了，还有十分钟就要下播了，小生可以剩一个。欢迎甜心他大舅，欢迎大舅，大舅来给我送温暖了吗？嗯，我的宝，你什么粉丝牌只有一级啦？你不想升个级吗，大舅？你怎么回事啊？粉丝牌都掉了，大舅，阿舅。来睡觉的，啊，睡。
个飞机吧，帮忙沾沾周榜吧，那就上个飞机帮忙沾沾周榜吧，顺便续一下牌子呀。你这个薯条钢铁直男粉，正人君子，你又不是没给我送过，我记得你的 ID 啊。你装什么？在装什么陈经人？怎么敢的？我记得你给我送过火箭，你装什么陈经人？是吧？你弟弟说他想吐了，让我帮他一下。你弟弟说要吐了，让我帮他一下，是吗？上个飞机吧。哎，我宝贝要飞一个了，快下播了，再不飞就来不及了。下播了，你们想飞都来不及了哦。下播，然后半夜你们睡不着，感觉空虚寂寞，说、好难受，好想送个飞机，然后你们就没有地方送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我，再来还可以找到这么顶的妹妹。还有没有宝贝要飞一个的？想说可以说。你怎么接得了？你怎么接得了？接了吗？先加微信好不好？小生可以上一个超级顶的，我们现在火箭有新的最顶的升级版的快乐，小生可以上一个，亲亲我的吧。
的，我错了。我不说话了，我错了，不说话了，人家错了啦，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。好的呢，啥也没剩，习惯就好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身材好是原罪，问题是我没露脸啊，问题是我都没露脸呀，我笑死了。欢迎各位宝，哎，怎么有点电流声？还有没有哥哥要送一架飞机支持一下的？送个飞机吧，快下播，送个飞机支持一下吧。马上就要下播了，谢谢浩南哥哥的办卡，恭喜你升到二级粉丝牌。他们想收的可以收一个，收一架飞机就可以。准备下播了，还有500米，还有500米，还行吧。操管也属于有自己的工作，你理解一下。小声可以说一个，准备下播了。